以你有跟他们说吗？怎么才八个人？送的灯牌，谢谢送的灯牌。我还有170个币，我也送你，送你一个灯牌，亮一下灯牌。我说了，在群里说都好。那有多少人理你？有人理你吗？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，家人们。当个关键啥打，那个多罗比他们我刚当当的，那打一打。我抖音还没绑定，送不了礼物。看你是不是未成年？欢迎萤火虫，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，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。我还没绑定呢，你是不是未成年呢？谢谢你们的点赞。刚下抖音没多久，也好少刷抖音，好一个弟弟。Come on， 你是谁啊？我也还未成年，你未成年为什么有36级？你是我们的粉丝，怎么没有加我们的粉丝团，加别人的团？好伤心，好难过。谢谢送的灯牌，能不能加个灯牌，萤火虫？谢谢点赞。路上捡的，你在哪里捡的？告诉我，我也去捡。点亮一下粉丝团，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哦。小家的叉刚刚没有叉一下吗？懒得叉。什么叉？哦哦哦。我说我捡到一部华为 P40， 你信不？反正我是不信。谢谢送的抖音，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哦。我看看是谁没有亮灯牌，点名说你们。在江城的小城，你没有亮灯牌。还有德玛西亚大冒险，你也没有亮灯牌。你们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好吗？每天都来看佳佳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加个粉丝团？不理我，六弟你来啦，我没有看到你六弟。你来的不晚，我看看。未成年不用亮，谢谢六弟送的人气票。谢谢送的小星星，是心是我是未成年不用亮。这天好几圈，萤火虫你都36级了，你都不给我亮亮，你给别人亮。你开播多久？我们刚开播，明天再来了。每次直播都这么晚，好伤心，你居然要走。我今年才1岁。有那么好笑吗？改名字。Hello，小红书通知一旦乐给我的通讯好友。谢谢送的灯牌。你哈什么哈？0.00001岁，骗人！你太丑了！一天要买3口。
怎么说呢？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我想申请密度，谢谢送的鲜花，谢谢改名主送的小星星，真吓人吓人。你为什么还是我们的粉丝呢？我们的粉丝不会说这种话的。你气什么 ？Come on， come on the way。那怎么样？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六弟送的礼物。你们把礼物留到 PK 好吗？我们怕一打 PK 就没人帮我们上票。老师说的很惨。要不要墨镜？要，肯定要，还要热气球。好的，好的，先不说。晚睡的人有家家饭，那你亮一下灯牌，给你们刷点绿色的。带锁了吗？没有。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，宝宝们。要不要吧，姐姐？他梦的味，我要。宝石鞋。要啊。能不能放王心凌的歌？可以呀、啊，谢谢送的小星星。放爱你。欢迎星星。有皮吗？今晚没有，没有。好的，王同涛。你们直播间，直播间，直播间有没有女生？有没有女生？睡觉吧。明天要加个灯牌哦。有没有女生？有女生的扣个一。直播间里有没有女生？你是女生吗？扣个一。我有事情，有事情。我带皮去潮汕找你一起玩，可以吗？不太可以，你都不给我放上票。欢迎困在雨的海，芭比娃娃，对呀、啊，你们来了就不要跑了，等一下人又走光了。今天没更新没爱了我，火箭怎么不见了？什么火箭？谢谢送的抖音灯牌，头壳肯定有男的呀。谢谢送的啤酒，今天为啥没更新？今天有事没得拍，早点睡。念你亮一下灯牌，你去睡吧。叉个腰，我也可以。要不要火箭一下？你问了你都不给我说啊，我肯定都要。我都没有见过火箭一号，欢迎潜水。音乐小声一点，是因为我戴了个头壳，说话比较小声。就把头壳给摘了，不行啊！吱吱呢？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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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一下下。你是牛马宗师吗？那你不要给我画大饼了，我自己可以画。欢迎小白。
不同屋子。那你不要跟我画饼了吧？明天不呀，兄弟。叫我去找菜呢。啊，别人也有。那是昨天他一个人，伊不是在黑市在上班的。伊在也打伊。好。定制的头吗？对。对对对。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。他是牛排中。切。我会给我画大饼。我原来是中专的吧，他就不会给我画大饼。明天播是哪家头壳？我们自己开模的。你们有没有人想要？我们有几个要出，到现在都出不掉啊，都没人跟我们买。我们急需用钱，我们太可怜了。如果对我们有什么需要，就是肯定是无所可能。有钱留下来无？钱留死。偷到钱，你门票你怎啊无钱？偷落来卖掉啊！你是有开店？没有、啊。没有开店还会？好。你们有没有女生？欢迎加入直播间。185可以玩吗？可以啊。我们有均码的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带，头大的都可以带。185。185，你这么高吗？不懂就问眼珠是怎么动的，不会动。皮呢？皮是在某宝麦威的潘多拉买的。它是要量你身高体围，然后定制的都可以的。对。皮1300。皮比头壳便宜呢。便宜几千。纯。漫威的潘多拉，对，门猫不语说的对。你们有没有女生？不是哦。有没有女生？不带妆多少？没有不带妆的。哦，我们有一个不带妆的，是我们要把它改装，然后被我们把妆容给弄那个。于是哥哥是你没墨不是要都不带妆的。但是那个妆可以去重新改啊，改一个妆。陆先生，陆个妆不卸掉后面，陆先生对一个是卸掉这个我这个包的。但是他如果要，这个也好。但是他如果不要妆的话，他可以拿那个去改啊。那这个也好改妆。但这个没关系，陆虎哥那个去了没？那我们现在不带妆了。我没有玩。正面还行，侧面不好。兄弟，你怎么没有？谢谢送的啤酒。那个灯牌兄弟，打 PK 啊！那你的保证我赢哈。应该点那打。我输了，我就要哭给你看。输了，佳佳就要哭，给我哭。半头，对，是半头的。头比较好。Hello， 你好，要玩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怎么玩呀？输了画尾数差。好，闭麦。谢谢六弟送的墨镜。主播不接游戏吗？怎么接呀？接什么？接什么游戏？谢谢送的人气票。
谢点赞，谢谢六弟送的人气票。我可以说，你的那个皮是在哪个软件上买？皮我们是在某宝买的。佳佳我爱你，年轻不懂爱你，如果是真的爱佳佳，你就加个灯牌。谢谢兄弟送的玫瑰。皮都是定制的，对，想要自己去店铺定制。直播的头多少？你是问多少米还是多大？我们有均码的。你们听到帮我们带来的吗？给他的。哦，多少米啊？你说多少米？嗯，我们是自己开模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其他的妆容我们在卖这个数。你们如果可以接受，你们可以找我们。我今年1.78米。谢送的小星星，你两个长大变成的笨蛋，还有当狗仔耶！谢谢送的人气票，未成年不能收礼物，当总长都可。为什么都是没有成年的？看我要大哥。你是未成年，我要大哥。我六弟他也是未成年的。家人们帮忙点一下赞，主播成年了，主播成年了，我们成年了，没成年怎么敢来这里开播呢？为什么别人都有大哥，我就没有？我们都没有大哥。你会粤语吗？不太会。每次都用同一个发型吗？没有，我有换发型。我们有换，但是你没有看到。要不要把我压箱底的钱？我不要你的画大饼。你真的会画饼啊？你从那边眼睛看得到。你从隔壁画到这里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你画了。我要是早出生5-6年，我就是大哥了。那你现在是六弟。你虽然不是六哥，但是你是我们的六弟。对面怎么回事？六弟，你要开学了吗？对面怎么离开了？主播，你终于直播，终于直播，就昨天没有播而已啊。六哥不是老六。牛马东师，你闭嘴吧。按价格来算，确实比多数较贵，但是确实好看，可以接受。还有2天就开学，那你开学是不是不能看我了？你可以接受，你们想买，你们就可以私信我们。我怕到时候没人。他怎么跑了？不过他也是零下了。欢迎0度猎球，直播间有没有女生？有女生的扣一下。我们有洛丽塔要出，是全新的哦。然后你要不要买洛丽塔？我，你都不关注我，也不给个灯牌。我们要卖掉洛丽塔。你一点都不爱我。50米一套，低价出售50米一套，对，全新的。不，我们之前因为做实体店嘛，然后做不起来，然后那些都蹲着很多，然后都没有卖出去。我到时候11点就要下线了，11点下线。男的可以穿吗？你要穿吗？你要穿你就可以买。我们压了好多。都没有钱花了，谢谢送的灯牌。14岁的男的可以穿吗？只要你敢穿，我就敢卖给你。穿回学校。你不怕回头率很高吗？你又不是14岁。你每个红
我是女的，我可以穿吗？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。那你可以给我亮一个灯牌吗？你亮一个灯牌，我就六弟，你才十四啊，六弟，震惊了。主播，你身上就是绿茶吗？不是，我们有很多款式，我。不丢钱。你好小啊，你才十四。那你家里人是不是给你很多钱，你才有钱给我刷礼物？主播，我想要你给我上上票。蓝色呀，给多少？你都有钱刷礼物。我以为你应该十七吧，都给你刷了米阳了。你过来，我帮你吃。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我零四，你才零八。谢谢送的灯牌。零四，对呀。我七月生日的，对，我刚好十八。我前几天生日的时候不是有发作品吗？你假粉都没有看。频率度说话能加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得刷刷热气球跟我告白才能吧。哈哈，小妹妹，那你的灯牌是别人的，你都不是上好家，你家里人不，你家人给你吗？他就加足皮肤啊，伊才就红就签名，伊才有变懂啊。你呢？就有加速去，伊才好加动手术。还有猫苦吗？有猫苦吗？我苦吗？你好。他奶奶无变个强啊！也加速。加速个奶奶吗？不是白毛就是。好看就完事了。谢谢送的灯牌。欢迎张馨予。我也想要那么多。欢迎赵公子。你不知道潮汕人总是早吗？什么？想知道潮汕人。佳佳没有考大学，头壳多少钱？这个数。Hello，要玩吗？玩。输了花尾数差。可是我没有带笔，我带笔。那你就做蹲起吧。好的呢。嗯。好的呢。好，闭麦。过程不玩。天上的人气片。我脖子上，谢谢送你最好看。我要去缅甸割腰子。谢谢你们送的礼物。
我想要热气球。悄悄的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一寻剩下的痕迹。你这都是新的，你存在。一五零花精啊！欢迎哈哈哈！谢谢送的灯牌。你存在。怎么去明天？我一脚把你踹到明天。我们帮你踢过去，你就到了。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。6D 啊，已经100多了。得到的快乐，他在干嘛？装猫没人刷礼物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都没有大哥，我剩20块了。我们没有大哥啊，我们只有6D。去台湾然后就可以直接飞缅甸。他到台湾得先被人刷。星星送的小星星，为何我们相遇？难道是缘分？难道是天意？真尽力了。家人们，有没有人上上吊？你站在我深深的脑海里。小白，你都不给我上一下票，小白。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小白，不要潜水。我深深的脑海里。黑不溜秋。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。月薪60000，你不要画大饼。我这辈子最讨厌画大饼的男生了。天天画饼。你是年薪60000还是月薪60000？那定很有钱，但不多。笑死了，人听不懂哦。没有人上上票吗？都看着我输是吧？靓仔都来自广西，靓仔来广东，星星星星，只有去广东才会叫靓仔，去广西会叫你表哥。又是你的面孔。准备休息了，好吧，去吧。你们明天都要开学了是吧？又是你的温柔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哭泣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，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。你喜欢你就上上票，加个粉丝团。家人们，守塔守一波，守一波。我操！这么说，爸，你是我的神了，龙哥！激动死我，吓死我了！最后一秒都上了。500就是土豪了，那你是不是连500都没有？ Hello， 黑哥也不错，黑哥，你们真的太牛逼了，最后一秒，最后一秒了。他说的什么奖励来着？他做了吗？
我就是他，是不是？待会我叫我大哥的朋友自己来。我要去，我跑去那边呢。干嘛我？微生物培养。